獅子山學會的白先生。主席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歷史上第一個禁煙的國家是上世紀納粹德國，所以就算今日的德國人都明白食煙是代表他們的自由。你說德國近這幾年有沒有試過再禁煙？有啊，但法庭之後都逐步推翻。主席，其實我自己都不食煙的，我來是因為我見到今日香港禁煙已經禁到是完全是不科學化。今朝我喺街度行翻工嗰陣，側邊咁啱有個大老婆同我一齊行，我哋前面有個人喺度食緊煙，咁啲煙向後吹就俾個大老婆吸曬。其實你估啲煙民唔想自己食煙唔阻住其他人嘅咩？如果呢個人其實佢一直都想轉食電子煙，但係俾你哋禁咗，咁我哋賴佢定賴政府好呢？依家係好多國際禁煙專家都同意，喺科學角度睇，食煙人士轉食電子煙就冇咗二手煙呢個問題。連英國嘅控煙專家都話電子煙可能會救翻英國幾百萬條人命。香港就有70萬個煙民，所以越多煙民轉食電子煙，就越少大老婆喺街度被迫吸入二手煙。咁點解你要禁電子煙呢？主席，我知道講咗咁多嘢，今日喺度在場嘅左膠心入面都仲諗緊點樣禁煙禁酒。其實你哋係邊位？點解要即係好似阿爸阿媽咁乜都要管人？就算係德國啲咁科學化咁先進嘅國家，佢哋都明白一大班大人坐埋一齊喺酒吧嗰度慢性自殺，即係食煙飲酒係有害呀，但你由得佢嘛？呢啲係管政府管佢嘅責任咩？主席，最鍾意乜都管嘅唔係香港，係共產黨。點解？因為香港係一個尊重其他人嘅地方。彭定康都講過，佢唔驚香港嘅優勢直接咁俾大陸侵佔，也怕慢慢咁俾香港入面嘅自己人摧毀。所以唔該大家醒下，睇下啲科學證據，立即將電子煙合法化，同埋立即減煙税，尊重下我哋香港人。